那个猪鳞不够，我要挑第二池啊。然后看你啊，这池水更深，有没有？包括穿一件裤温淡去的。然后来，我要挑这边的猪鳞。我怕那个不够，所以再挑一池。啊，水这么深，只好拿出我的秘密武器来了，噔噔噔噔，准备好了没？这样有没有性感？难道我要不穿那个吗？不穿裤子吗？这样不行，我还是，所以我要准备一件超短裤来咯。噔噔噔噔，可不可爱？我叫，我叫我儿子帮我买一件超短的裤子，他给我买这一件，有没有可爱小樱桃？然后你看，就可以这样做，够短了哈。你看，这样就不怕沾到水了，哦，这样不错吧？周年庆粉丝福利来了，好，好，拜拜。